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，还有感谢各位长官的关心哦。那我现在在医院疗养当中啊，身体已经有逐渐恢复了哦。然后希望哦现场搜救的同仁哦，能够注意本身的安全，还有注意本身身体的健康啊，要保暖哦。再来就是说希望还未找寻到的那几位乘客哦，能够赶快找寻到哦，希望现场的同仁哦加油，啊，谢谢各位。